加培训，大概14000人，大家精神奕奕，整装待发，为今次慈善活动增添复活嘅朝气。同时，我要宣布一个十分鼓舞嘅信息，就系今次国庆千万行嘅总筹款金额已经达到港币1000万元。多谢大家嘅支持啊！喺度我再一次多谢各界嘅鼎力支持，包括中组各位护党会员、工商团体、学校、政府部门、慈善宗教团体、中心乡贤社团。咁所以咧，中鄉嘅錢咧，已經派發咗10000元入邊嘅美食券俾基層嘅朋友啦，同埋我哋弱勢社群之外咧，嚟緊咧仲會喺國慶假期前同埋中秋節向獨居長者、綜援家庭、失業人士派發13000張美食券，同埋10000個愛心月餅噶。Thank you.